三次。我现在1.9跟1.8，有时候要切一个版本，然后我那个材质包就不停一直重换重换重换。哦，哦，对哈。然后这次，然后这次结束之后，再问你们一些大概，我想觉得 O 不 OK 的建议。OK 啊，都讲啊，我们会好好的批斗你。因为假如像是我们前面不是5回合，5个阶段吗？第一阶段的时候，杀人增加生命值，你们觉得如何？杀人增加生命值？对啊。你给我这是什么？是什么效果？哇，不是那个什么效果都没有啊？生命值啊，烂死，这什么都没有、啊。立即治疗啊！立即治疗只有1秒钟而已啊。可是我这样打开看也没有什么东西啊。没有啊，太快了，1秒钟瞬间就没了，烂透了。对啊，没有，他马上就会把血补满哦。我怕等一下刚有敲到人，所以我先补一下。是不会了，我有设定的。敲到，我有设定的，我有设定的。哎呀，好红哦，可以尽量打了，尽量打没关系。哎，我弄完台喽。哎，打他进的。哎呦，刚发生什么事情？你弄完台，所以更要打你啊！我冲撞模式，弄完台打，白打。打！抓个。啊，打不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样我好像怕，我怕你们把地板打破。那我们要怎么选队伍？拿出队伍啦！会打破，迟早都会打破的嘛。不是要先预那个吗？要随机一下。随机，要用随机吗？随机选队伍才有 feel。好，呀，你要设计出能随机选队伍的系统啊！快点，好，这样子喽。血汗工厂啊！天哪，这太 low 了。阵营要50滴还100滴？阵营，你们觉得要多少？500滴吗？哦，五百滴吗？500滴玩太久了吧？我设定上限，我一定要送头送很多次。上次打是100滴吗？还是75？上次我们是50滴而已，好像是。上次50啊？75滴哦，还有75滴的。我是25、25条，25、25条。好，跳跳跳。好，我们放个按钮，然后来随机。所以你最高有多少滴？2000滴。最高可以到200。到200。只要先选队伍，按照顺序啊。从最上面开始数啊！我觉得你那个阵营生命值那个以下面可以有建议设定啊。建议设定。就是比如说你是几 V 几的时候设定多少？让人家一点就可以设定了。OK， 建议设定。对啊，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3v3的时候，你建议有多少滴血这样？一人一滴。第一个 ID 是汪汪哦。第一个是我，好，我选 对，我拿到绿色的，我是村民。对，要给我啦，第二个换我啦，黑色汪汪敌队，哎，烂的，球风换你了，绿色，干嘛这样？绿色不好吗？要打、不是换我吗？啊，可是我看名字我在上面啊。红色，哦，好，我觉得战略很平均，我觉得战力很平均，我们一定要赢。阿基跟风破不同队，战略很平均。等一下，很紧张了。绿色，我跟小鱼一队，我不要玩了。什么叫不要玩？又这样没礼貌、欸。他们有制作者大大，制作者大大，哈记靠你了。哎，风破，我们上次也是赢他。哎，成功之路有你有我。地图不是在比输赢，好不好？你们都没有搞清楚。啊，当然还是要用尽全力玩才可以测试到啊。巧克力用尽全地图，懂不懂？现在打开书，然后刚选到哪一队就点哪一队，绿色就是村民队，红色就是僵尸队，都得，其实都点好了，点好了，那就开始游戏了。哎、欸，等，我问有通话要带开座的，要另外开吗？要另外吗？也要另外开吗？在讨论一些这么快的战术。然后我要讲一下，你要开通话吗？你们自己要带开通话、哦，有需要这么正式哦。嗯，等一下先不要好了。我觉得还好。啊，就大家就是随便玩了、啊，反正现在就是那个嘛，随便玩，多找到一点 bug。我讲一下，这次有更新最大变动是你们之前没玩过，可能是像矿物、铁矿、金矿、下来会挖下来直接变成锭哦，是哦，不用再烧了，是哦，这么好，棒哦。然后你那些商店的那些，我直接更新在部落格，这样子去偷别人家东西就没有意思了、欸，没有办法矿物。对啊，可以啊，就偷、是、
定啊那些东西，你杀人还是有办法啊，只能靠杀人哦。对，我今天我是减少那种偷窃的那个，哎、欸，你知道？看来一个巧克力那个偷窃惯犯搞的偷窃系统都变了，系统都改变规则。我是在测试游戏的极限呢、欸，全员都认定巧克力是偷窃惯犯。不是，他上次一开始就先跑过去对面，而已嘛把人家全部人员偷窃中。然后再来是，那个召集令那边原本是在交易所会有个军师可以买，这个被改到直接改到阵营塔，直接右键点告示牌就可以使用了。你买了之后就可以直接使用它。召集令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懂。有特殊的东西吧？交锋也是第一次玩，哈剑包干脆就我有了，其实我玩过一次，他玩过一次，很前期的。嗯。然后那个提了很多建议，有没有？嗯，对。哦，对哦。这还不少。然后再来，这次还有改的比较大的是，玩家不能跳 gain， 游戏中如果你跳 gain， 你再回来的那一瞬间，你会直接死掉。可是如果伺服器中断怎么办？中间不能断线哦。没有，这设计怪怪的。就大家就习惯一次啊，那没有差。为什么不能跳 gain 啊？为什么要有这个设计？因为上次有一个人差点死掉，就他跳 gain， 会死掉。谁啊？跳 gain 直接离线。谁这么无耻啊？谁啊？就是太无耻了吧？我跟他记得一个朋友啊。好过分哦！哇，这好没有水准哦！不是啊，我觉得比方说人会紧张的时候会这样子，这个还能理解，可是就是要你知道要防止一下。我觉得不用特别那样设定嘛。紧张也不会，我是怕有人伺服器有人不稳断线的时候怎么办？对啊，断线的话，对啊，对啊。我觉得当有人是恶意跳gain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会付诸在嘴面上面给他的惩罚，嘴炮他的意思。跳gain不行啊，如果对啊。不需要你给他同侪压力就行了，急死他。好吧，那这个移到最后面跳 game 了之后，我们玩完之后再来讨论看看。好恐怖哦！要不要这样子？对啊。快看一下有谁的那个网都不稳。现在巧克力降一格，现在应该还好。不，我不会跳 game， 我只是口气了一点，但我不会跳 game。你只是调皮，你只是调皮了一点。弓箭的这个东西变得比较难取得，因为弓箭实在太 OP 了。哦，你说上一次？对，然后它的箭矢量，我整个大减低到很少，等于说你要挖不少的东西才可以换到一支箭。是几个红石换一个？ Okay. 两个红石粉换一个箭。哦，是两个红石粉可以换一个箭。对，箭好贵哦。对，这样会变蛮贵的。那我们就要找捡别人射过来的啦。Oh. 真的，人家没有射中，我就通通拿走。哎呦，我觉得这以后怎么变成这个跑酷用的很难呢、欸？对啊，跑酷太难了，超细的、欸。啊，好了，要开始了吗？还可以倒着放，准备开始了。为什么倒了？是谁把他撞倒了？好，那准备好了可以直接点确认。好，开始喽。按 T 点那个吗？对对对，高雄准备好了，歼灭工程站。Ready, go！ 为什么我们都小跳？怎么为什么一开始就有人死了？好，那个是一开始我们的。哎，你们死了？但是目前没事，这刚开始还好。就是我们刚刚为什么死了？因为刚刚我们在进游戏的时候，我又跳出去一次。好，这个我要设定一下，开始要通过那个金斧，金斧它不能挖矿物。金斧。金镐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金镐可以挖石头啊，可以啊。欸、那个我们家就交给你们了。金镐可以挖石头，我们要好好的做东西。不能挖矿，金镐不能挖矿。它可以挖石头，哦、我没有说挖矿。好好好，没有金镐我改成无法破坏了。金镐无法破坏，真好哎、欸。好，太棒了。哎、欸，它会不会像上次之前那样子多很多、啊？应该不用烧这个，应该不需要放熔炉了吧？造型吗？对，造型而已。有人又来偷胡萝卜啦！有人又来偷胡萝卜、啊？我的胡萝卜干嘛？又来偷胡萝卜，真是没水准！是，原来如此。每天偷胡萝卜。是我的红萝卜，你们干嘛抢我的红萝卜？巧克力、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巧克力不吃那个巧克力了，他改吃胡萝卜。啊 ！So ga。啊！甜菜工人都出怪，为什么我这边打出来的东西全部都变成石头状啊？很奇怪、欸，石头状。我打出来的那个东西全部都变石头。救命哦！我们家有人。
去偷，又去偷红萝卜了。他刚跑来我们家偷红萝卜。那你偷完了，换去偷别人的、啊，换他们偷我们的了。啊，偷光光。这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偷红萝卜，不要打我。我是观光团哦、喔。红色的盔甲、喔，我真丑。等一下，我是观光团哦、喔。真丑是怎？真丑是怎样啊？红萝卜大道。打进来喽！等一下哦，还砍我们的树嘞！哇，已经做盾了，那么快，很好做啊。反正现在不用烧啊，就更快。打爆他！哇，巧克力！哼、嗯。被人杀了啦！他们在我们家门口杀人呐、啊！哎、欸，不行！两个哦！哎、欸，我的血要快回去！快杀他！我血不太快。那个，你们两个等一下，如果回家到矿区的话，你可以跟我拿一下盾牌。好哦。哦，女仆是你啦！走开！好哦。你好，我是跟谁啊？欧武秋风啊！不、哦、要那么凶嘛！跟谁呀、啊？我跟你呀、啊，跟谁？哇！我不要说，不要说，是哪个波波就凶成这个样子？一定要的、哦。哎、欸，好了，打死不会喷装了。哎、欸，死了会啊。嗯，那、欸、哦，那是我没有捡到他的盾，真的。没关系啊，反正先把我们要弄的东西拿起来了。交给你们了。啊！我死了。哎、欸，汪汪！家里有人，这里有人，打他，打他，揍他，揍他！有人要偷胡萝卜啦！有吗？现在偷胡萝卜了？不是不是，那个是我的红萝卜。不是是吗？不是吗？你的红萝卜在我身上。我是兔子啊！有人来了，我直接跳跳虚空自杀。什么鬼啊！你根本就是被杀死的吧？这东西也要喷在外面，要喷也是喷在啊，要喷也是把它喷在外面。装啊！怎么，汪汪？你是想要什么了？啊，我？哎、欸，不是吗？刚不是你讲话吗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走开！干嘛？你干嘛？你走开！没有东西被他丢到虚空里面去了，虽然说我干掉他了，有点小难过。他根本就只是来拖台前而已。我根本就没有在玩啊！我天哪，还蛮好笑。我现在看到任何掉落物品都会变成是那个石头状哎、欸。那个哦，秋风又到我们家去哦。那捡起来应该还是一样的吧？捡起来是一样，只是我不知道什么，我看的东西的时候是那个样子。那其他人呢？哦、正常吧？正常。秋风跑去我们家做坏事了，大家小心！这不是一定要的吗？这是礼尚往来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们家上面有没有人？没有人啊。没有吗？有啊，有啊。拿了你们胡萝卜跳就有啊，烂死了！我发现那个盾牌真的很阻了我自己的视线呢、欸，天哪！你还超挡视线的，走开啦你回去，我不去，不要乱去别人家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跑过来我们家里了，啊，算了，两边都是我的家，哇，全家都民族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巧克力，我跟你先这个，哎、欸，不是，我先跟你，我先跟你分一点这个。这样至少分担风险。哎、欸，你下去吸一下。我不是巧克力，你下，我先我想说，反正你先吸一下。啊，我吸一下。我想说，你怎么可以找到我？又有人来了。不是哦，有个人一直在。哦。很烂哎、欸。算了，我决定。好事来。先让我把那个东西给弄好。我要做的事情好累哦，队友加油啊！我也是，他就一直过来这边抢东西啊，很累耶！哎、欸，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开始？
六百秒，东方根本就是用我的战术嘛。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开始 ？Hello， 快了啦，快了！你怎么 ？Hello， 你怎么抓到我在这里？你干嘛、啊？是你干嘛？红袜一直跑过来我们防御塔哦，干嘛、啊？我要防御我们国家。不行，这招你上次跟我同队的时候就用过了，不要在人家家放无限水源啊！后面都是爽。盖掉就好了，盖掉就好。一个水不够啊，一个水桶不够，我需要更多的水桶。烂死！这个是什么？谁盖的、啊？所以可以这样玩吗？可以啊，这防御是谁盖的、啊？可以啊，可以用啊，可以这样子啊。是哈记玩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。哈记玩的。这是合法的，因为四格内不能盖东西嘛，所以这样是合法的。啊，你在用什么无税血源呐、啊？无血啊！你讲话好像有点。他刚刚那个已经我没有办法再重复一遍了。无税血源。小妹啊！Oh, 快跑啊！快跑啊！第二阶段开始了没有？在一百。他回来。啊！他开错坏了。啊，好，不用去追他，麻烦死了。什么叫麻烦死了？他还在那边绕了，他还在绕了，他还在绕了，不要！干什么？装备啦，这么快！你干什么？还在那做无限水源？烂死了！烦哎！淹水了！既然你身上有水桶，就交出来吧！把他杀了！把他杀了！呜呼！水桶过来！呜呼！救命啊！有人来我们家老捣乱啊！一直都有人来捣乱，好不好？一直都捣乱啊！一直都在捣乱！一直都在捣乱啊！家里有哈记。他走了，我不能种在这，好烂哦、喔，烂死了你们！你们是难民哦、喔，你们是群难民。胡萝卜到底这么多有什么用啊？哇，你哦，我以为你有功啊！切断别人的粮食来源。第一阶段多久啊？快了，快了，二十秒。又有人来了，又有人来了，又是巧克力，巧克力不要跑啊！我的装备比你多哎、欸，比我多又怎么样？淘气鬼巧克力，我在处理这一摊，超烦。核心保护失效，交易所开启。哇，真的比较多。啊，我知道你要死了啊。那个头上的血量一定要显示吗？对啊 ，PVP 啊，还是你觉得必要？要先干谁？对啊，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用。带，冲啊回！你们到底有水吗？没有水啊！我快死掉了！喂，至少身上装备不会被发，不会掉出来就好了。谢谢你的东西。Thank you for your subscribe. 不对。Thank you for your donation. 干嘛啦？干嘛啦？打你呀、啊？干嘛？救命！救命！那个谁在前面下面的是谁？汪汪上面，汪汪上面怎样？上面讲，秋风啊，后面、啊、他没装，他只是想要来捣乱我而已，我就是来杀你的，走啦、啊，剩一滴哦，哈哈，没绕好，我也要死了，
身上好多水桶哦，水桶是怎样、啊？那都是你们的、啊。我怎么水桶？快点！哎、欸，巧克力，我水桶放这个地方啊。好。很恼哎、欸！巧克力，你去他们那个水那个地方吸一下。有，我刚刚有吸了。我、哦、有吸吗？嗯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这边的为什么？我们这边封掉是不是？是不是封掉？封掉。为什么你们要在自己家里放水啊？这样才防止你过来啊！哇，真的，防水防水很快一样。哇塞！欸、哇，很会。等一下，过去，过去，回防一下。巧克力来了啦！巧克力，加油！我把它弄掉了。打了，打掉了。他身上这个是什么东东啊？所以我打的比较多。秋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学我？这是我之前就会这招了哈。你这个小坏坏。哎、欸，他自己那个，嗯，绿宝石的那个东西在哪里？绿宝石的东西，就告示牌那些啊，改到哪里？在告示牌那里啊。正义塔内。正义塔内，好。巧克力，过来干嘛？秋风又过来我们家了啦。我又看到巧克力了啦。我要干嘛啦？你们又不是故意的。巧克力不要乱哦！什么洞洞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天眼召集令！哇！这是我们用的吗？贵。这是谁用的？我们用的吗？我们用的。我们这边的。就是你们可以看到敌方阵营，现在你看到红色的人就是敌人。哎呦！哇！三下。天眼召集令，好好笑哦！可是你们看得到我们的吗？看不到，看不到。我们要有出F5就好了。F5，你们看到我们有没有了？目前会那个吗？应该不会吧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巧克力竟然是带胡萝卜来哦！我没有，我刚刚东西都没带啊。那我为什么会吸到你身上的胡萝卜？嘞，死掉，死掉会掉胡萝卜、啊。完蛋了，我开错台了。我不知道身上的胡萝卜、啊，很搞笑。我有两个台，一个是团队的台啊。可是我们昨天在开团队的台，然后我今天开错台了，开错台呢。啊，开错台呢、啊。没关系啦，反正台都是我在破坏了。来啦，就来啦。好坏哦！天哪！没关系，那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。没关系，有人来了，看到了。你刀可以挥慢一点，你可以不需要挥这么快了。没关系啦，没关系。这样子伤害比较少。哦，我看到巧克力冒出来。哎，他们好痛啊！嗯。聊天室换台就好啦，没关系。我们努力让自己的装备变得最强啊！你们赶快加油啊！小事情就交给我了。那个秋风又过桥咯。你都走旁边哦，你这么辛苦哦。我看到你都走旁边。大光明哦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嗯。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哎，想偷东西？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门都没有，我装备一堆，你想打我？真的，你装备好猛哦、喔！那是什么啊？我还看不太出来了。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！你赶快打，你赶快打！嗯，哎对，哦，星星的 PVP 好难用哦，很难啊，我觉得真的好难。挥剑又不能挥太快，挥太快没有伤害，挥、啊、太快也没伤害。哈哈，啊，好麻烦，超麻烦。哎、欸、嗨，嗨，嗨！你被打到半残，你来破坏没有效果啦，回去补血了啦。
我去吃胡萝卜吧你。好，我最爱吃红萝卜了，超好吃。一百滴打太久，就是要测试啊。对啊，一百滴超久。红婆，你在哪？我在这里啊。巧克力在哪？为什么我没看到巧克力？哎、欸，风破过来，快快快！你入侵我们的领地了！剪剑，旁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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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算了，巧克力嘞？哎、欸欸，跑步还是有点没办法，很好跑步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对啊，我刚刚跑步也有点卡卡，对一点，跑步好慢。哎哎哎，防守的！哎呦，防守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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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防守。风破风破，过来乖乖，停停停停停停，我给你东西。你给我往后退。哦，你给我立即伤害哦。对啊。可是我自己已经有弓箭了。啊，你已经有弓箭，那你给那个巧啊，不要给巧克力好了。我先给你好了啦。先放到。我给你啦。把它藏起来。他们都叫我去挖矿哎。巧克力敢死队啊！那是等后期藏起来，等一下我就用到了。巧克力秋风过来了，秋风过来了。我知道，我看到，可是我这个东西真的好慢哦，真的很累格哎。是那个跑步没有正常跑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跑会卡。这个对，这是 1.9 的有点问题。好，这个再想办法。他是来抢我们东西的。破坏前地。哎、欸，真的有点烦哎，这个水。跑步会累格哦。前一后，不是他就会变成说有点就是卡，跑停跑停跑停那种感觉。对对对，现在就是这个样子。对，会跑不太动。跑停跑停跑停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加速在跑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卡卡的。对，就是要一直按跑步咯。那个是系统、欸、啊。对，就是要一直按。弓是不是没有那个价格还没变，没有变动？干嘛啦？我在关水哈。干嘛啦？哎、水那边有没有那个变动？就是那个。剑啊那些的，是不是还是很便宜？对不起、啊，我没有在玩这个哎、欸。啊，跑不到哦！我现在觉得就是跑停的很麻烦、啊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？我操！什么东西？差点把他打下去了。巧克力，哎、欸，巧克力死回去了。是吗？差点就打下去，超恐怖。哎、欸，你现在青金石是还蛮快就出现的、欸。嗯，没有，它还是会有段时间。有吗？可是我觉得很快了。之前不是40秒还是多久？对吧？救命！结束了。很慢哎、欸。PVP 好舒服哦。我觉得走好慢哦，这个就是我最呕的一点。走超慢，我超呕。你有在跑吗？我都有按着跑哎、欸。可是我的跑的话，它就会一直不停的阻，好像是自有时候会站，有时候不会。我的是从我阻挠到尾啊。要不我现在就一直都只能用走路的方式啊，很烦、啊。你的热键可能要改过了吧？没有啊，我就是按两下 W 啊，应该是照理讲应该往前冲啊，又不会。那个热键可能要改了，你可能要改到其他键了。那你可以用那个、啊、Control 跑。秋风往我们家走了。第三随机、哦、任务是什么任务？来来来来，巧克力猎商人。随机任务是什么任务？哎、欸，顺便守一下，顺便守一下，顺便守一下。我把他打死了，把他死了。随机任务就是，嗯，像刚刚那个任务是神秘商人会出现在正中间那个桥上面，会有一个神秘商人可以换钻石，然后有人要把他杀掉了。又、杀掉了？换钻石真的有用吗？当然有用，可以换装备啊，当然有用啊。但是如果换不了的话，就杀他啦。有人在桥下，哎，桥底，你们看得到啊？谁在桥底啊？会发光哦，我们知道会发光啊，发起，现在会发光啊，一直都会发光啊，因为我们都用那个啦，都用招式，快哦，都有天眼啦、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的装备没了？好烦啊！不是啊，为什么一进来的时候装备被收了？不是，盗贼偷他的，也太烂了吧？还用那个盗贼？盗贼系统，对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。小时候我的东西怎么不见了？原来还有这一招哦！痛痛痛！原来是偷到我的，我正想挖的哎、欸！旁边有，Oh my god！、欸、你居然输了！我帮你带回来一点点。你有穿装备吗？我穿装备。哇，你好弱、哦！我还没习惯用盾牌挡攻击。
好烦哦！哇，中毒哎！哇塞！啊，水太过分了！哦，竟然有金铁剑呢，真的感谢你们！太棒了，棒了！我要回家了。我应该把东西给你们，把东西丢给你们，因为我也用不到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！哎、啊，去哪？捡到裤子，我捡到裤子。可以可以。哎、欸，你们回头捡一下。好。停空，停空。啊！数字获得随机效果，跳跃提升。我不要跳跃提升。我也不要跳跃提升。跳跃提升好烂哦、喔。是随机的，随机的。好废啊！好慢哦、喔，这个真的是走起来我超难过哎、欸。小强。那我觉得应该是你的问题哎、欸。你的好好笑，我是走变成真正的兔子了。我死过之后没有跳跃提升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死掉了。哎，这太过分了！我现在是怎么走？怎么？怎么我跑过他了？跳跃提升，他一跳就跳过去了。真的？那时候是不是就没有跳跃提升了？好可爱啊！我走超难过，死掉就没有了，死掉就没有了，死掉就没有了。盾牌的关系吗？汪汪！哎、欸，是哎、欸，烂死了！哎、欸，我又拿到一些剑啊，丢在地上给你们，他们的中毒剑。可是他们要来了，他们要来。他自己剑给你吗？其实这个还蛮讨厌的，那个跳跃变得有点不能跑了。不行，不是那个问题。后面的没有要打你啦。那个应该是那个，你有拿手持物品吧？哎哎哎，一下。这会劈到自己人吗？不会不会。哎，风波，你们要帮我留一套装备哦。哦，之后再慢慢帮你弄。好，感谢。哦，我是，可是我现在就是觉得跑起来超麻烦的。你按 Ctrl 会不会输一点？我按 Ctrl 之后就蛮输。对啊，按 Ctrl 跑。剑丢给你哦，哈基。剑，我身上有剑啊。我没有毒剑，他们丢，他们掉的。哦，好。欸、真的欸，欸你们推举开会那个吗？我不晓得、欸，我目前丢是影子，没有看那个。我目前没有丢、欸，我没有丢。回这里，回这里，赶快回来哦！秋风还在我们家，赶快回家，回家喽！快哦！那谁还没回来？哎、欸，别再挖了，那谁？汪汪还是谁？汪汪回来！赶快杀死我啊！你们，汪汪，你先回来，不要杀死他，不要杀死他。我们那个嘞，要杀死他。我们还有一个吧，哎、欸，好、哦，结束了。我进来了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你结束了、啊？是已经结束了。你没有缓速吗？你们没有、啊？有啊，缓的很难过。我们有哎、欸，一抖一抖的。我们输。哎、欸，两边都有啊。两边都有，好，这个我再设定，这个应该是有问题。没有调到吧？两边都获胜。那两边都获胜啊、哦！同时，同时把布啦。没有啊，我们已经先好了，我们才杀死啊。因为没有吧，我那个设定的判定是因为，在阵营塔内都是算回到点名的那个机制，可是秋风是在你们那一队的那边点名，哦，所以也算对，有用哦。好，这个我再重新设定，好慢哦，太好笑了吧？那好慢哦，我真的跑起来好慢哦，受不了，太慢了，拿盾牌啦，拿盾牌就很顺了啦。不拿盾牌吗？真的是盾牌的问题。对啦，我还是边跑边荡啊。按扛错了，这是你的问题啦。我们没有这种问题啊。对啊，我不是很那个风破，你按扛错跑，按两下 W 那个好像会有点问题，用刚扛错。看。他没有来，他没有来，小黑小心。好慢哦。开 server 啦，干嘛这样子？哦，好慢哦，好慢哦，超慢哦，我好慢，可以不要缓速笑死我。哦，这个惩罚真的超讨厌，超不舒服。哎、欸，他在攻击我们那个，打他，应该你打就 OK 了，等一下不行，我打就 OK 了，我还站在他前面，让他不能挖。真的是跳起来超难过的、欸、啊！再试看看，又是水晶任务什么？增加阵营生命。什么意思？中间有个那个头塔，哦，那个，快去抢！
快快快，你们有放铁上，快！你们去讲，你们去讲。啊，我死掉了。很累个，很累个，真的很讨厌呢。这到底要怎么去解决它、啊？你直接扛错，扛错跑步。我现在就是 OK 啦，习惯烂死了。啊，这。所以到底谁抢到了、啊、？No， 他也在瞄我。装备，快把装备捡走！红队刚是红队，红队取得。我们刚才取得了。对，你刚拿到了吗？血量，可是我是血量没有增加20%、啊。不是啦那个、啊、塔的啊，塔的那个，塔的那个塔的什么？生命值啊！我们塔现在是103。哦，你说塔的生命值啊？我还以为说我的血量上升20%，我想说没有啊。我想说，我的血量怎么还是一样是20滴而已。我们已经突破天界，原本只有100滴而已，现在有103滴。我完全没有在，完全补回来。我觉得走超级慢的，我超难过的。汪汪，哎，换你去敢死队，我不敢死了。对啊，好啊，没有问题啊。因为我不敢死了，因为我觉得我的队友没有那么的 carry 啊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很难过，就是他现在一直卡着你肋梗，你知道吗？你按扛错跑步就好了。哦，你这样做过也没有效果哈、哦。那就是自己的问题了，看来你不适合 PVP 了。哇，糟糕了！哎、欸，要手加了，要手加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哇、哦，天眼效果真的没有办法地盾呢、欸。可以把他们那个打掉，把他们那个效果打掉。效果要怎么打掉？打告示牌吗？不是，在他们阵营塔上面会有一个天眼兵，一个村民在上面。哦，那个要怎么上去啊？弓箭啊，不然就是想办法那个楼梯可以爬上去啊。麻烦哦，天眼兵哦，好。所以要打个超慢超难用哇！神秘商人，所以你们会拿斧头打吗？近战的时候。近战的话，除非可是你要让他攻击更强，很难欸。箱子，这边他们有人来了。哇塞，你们围的楼塔也太高了吧！我觉得我们要开始。原本只有两层高，可是刚的一跳跃之后会被跳过。给你挖铁，我就别别。我现在超难过，就是这东西一直会卡的。卡卡的。箱子有那个秋风，箱子有那个效率的。箱子里有秋风。效率。好，知道，箱子里面有秋风。箱子里面有效率的、哦，嗯哼，会喷掉的吗？诶、欸，会直接消失。那个效率搞到地板，它会直接消失，不是效率搞、哦，核心搞。哎呦，啊，这样不错、啊。像上次我们那个满地的核心搞，满地核心真的。哦，满地的核心搞。走，继续跑。我们现在来了，如果时间到的话会怎样？什么时间？时间到？你说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第四阶段是什么？我没看清楚。会扣什么？那死掉，玩家死掉就会扣血，扣阵营生命值。玩家死掉就会扣阵营生命值，这是什么模式啊？我回来。哎、欸。其实从第四阶段开始，等于说不能用叠尸流了、哦。好爽啊！不能用叠尸流了，是不是？汪！别再送头了。现在开始没办法送头。第四阶段开始要动装备了。哦，这终于不能叠尸流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后面还是有这样的设定，不然的话都变成这样玩了。大家都一直叠尸就行了。已经不能叠尸流了，我要去挖。哎、欸，赶快回家，全部回家，汪！回家。快回家！耶！变81了啊！你们刚加的，现在扣回来啦，剩81了。先加。哎、欸，我给你那个巧克力，就是我给你那个，我给你那个金锭，那个铁锭。啊，谢啦。可以。结果我铁锭还要自己挖，我们的队友不 carry 哟。啊、我身上有铁锭啊！没有做一下胸甲一下。有啊，等一下，我在想弄复活。来，我这边铁给你五个。哎，你的队友没有想要理会你啊。
对啊，他都不理会我，在前面前线冲锋陷阵。太累了。等一下哦，我去做个斧头。杀戮时间。这里有那个，挖两个，不能堆尸哦。你终于难过是不是啦？对，超级难过。这也是可以啦，只是会开始扣一点点的血量。扣多少血啊？一次一滴啊。所以如果你可以来挖到两滴，那就是赚。我已经有胸甲了，说你得有保护的，对。等一下，啊！每次到第四阶段，大家就会开始很冷静。对，真的。我前面放轻松，冷静了。前面我都不知道在玩什么。前面超紧张耶！前面我真的不知道在玩什么。来了，什么东西来了？弓箭大师。水晶任务。又点名，又点名！我到了。我要到了！来，我到了！快回来！我炸哟！快！我在里面了！耶！差一步啊！真的，我们的不喜欢点名哦。是每天点名哎，我的天啊！对啊，每天点名哎。对啊，你这是不是烂掉了、啊？怎么一直都是点名状态？对啊，你的怎么只有点名系统、啊？只有点名，抱歉，我们只提供点名。他这是随机的。每天玩点名。早点名、中午点名跟晚点名。天哪，发生什么事？哎、欸，他进过来了。哇塞，你没有那个哦？哪个？他应该是往那个矿坑方向走过来。嘿，换一些弓。他从矿坑过来了，矿坑方向，请准备。阿纪先解决那一个天眼呐、啊。有，解决了。也不对，天眼解决了。我没有解决到另一个。哎，解决了，天眼解决了。你觉得太棒了。我没有天眼了，太好了。啊，身上没有亮亮的了。身上不亮亮了。重新放就好了。放的要多少资源啊？哦，记得要看一下。15个，15个而已，其实还蛮简单的。15个而已，还蛮便宜。感谢你的抖内啊！感谢抖内。哦，凶哦！这个很凶哦，燃烧的剑是不是？所以你们现在看我还。看我们还是会有天眼，对，你们看艾布啊，有看到？哎、欸，快，直接快挖，疯狂挖！我正在挖了啦，回家。我这次会喷很多霜哦。又是那个啊，但是我在有点远，快点，干巴的。我这一次穿保护的铁装去挖。哎、欸，进来！结束了。没关系，这个只有一颗钻石，一人一颗钻石，他们也才三颗，总共也才三颗。哎、欸，这个任务其实还蛮烂的，人越多奖励越好。来，那个还是你们要那个弄起来，然后来做一个钻石斧巧克力。可以啊，集起来做一个钻石斧。哎，哦，漂亮！拜拜。八戒，都完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时间你还不消一下，是不是？太过分了！我的装备，你还给我！哎呦，帅哦！怎么消啊？怎么消啊？那个30个绿宝石，拿30个绿宝石，你们还真舍得啊！可以啊，反正我都在家挖矿、啊，我也没有差。我的红萝卜都没了，只有红萝卜吗？看来这个红萝卜没什么大碍。巧克力等于红萝卜就是了，是吧？铁装全部都没了，天，不能随便送头哎、欸！真的，都要冷静一点。超害怕随时会死掉。
其实扣一点，只要挖两下就有钻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挖两下没有装了。对啊。哦，对对对，你装备送掉了，忘记了。他什么都没有了。有点小伤心，小难。红队还要被嘲讽，好可怜哦。对不起。哎、欸，小飞你怎么没装啊？他要被自己队友嘲讽。小飞你怎么那么雷啊？怎么一点装备都没有啊？你怎么连装备都没有啊？你好雷啊！没有，我刚刚出于好意，我就是说，我帮你多一个。我想说，哦对哦，巧克力你好雷哦！啊，好慢，我等一下就弄你。好嘲讽哦！我其实铁装挖还蛮快的哦，效果力量力量效果力量力量就在你身，不知道，好，不要讲力量是什么啊？要干嘛？就力量要干嘛？力量好用的嘞，力量二我记得也是加了好快五点伤害吧，等于打一下就是就加五点。力量太好用了啦，这个人最无聊了。这次就算全满装也是很可怕的。赶快去用那个让对面可以发光的、啊，那个要多，那个要什么？那个哎、欸，有东西过来。什么？原来我是东西。东西。你刚刚做了什么？欸、你阿静，你刚才在那边做了什么？有东西过来了。有派东西过来了。啊，我要拍了，我真的手好慢哦，超难过的。哦，好，有方法可以解决了。哎、欸，我的稿子怎么不见了？嫩，我金稿嘞？嫩，金稿为什么会消失啊？嫩，哎、欸，我的金稿也消失了、欸。哦，你们是有丢出去吗？没有、啊，不是，我刚才附魔的时候，我被清掉，所以金稿没了。啊，可是可以换吧？他没有跳出来、欸。掉出来就不见了，对啊，没有掉出来，奇怪。啊，可以买吗？哎、欸，之前不是可以买吗？那没有金稿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这把给你，反正我没有出去。阿纪没有金稿怎么办？没有金稿怎么办？对啊，没有金稿怎么办？之前不是有那个可以换的吗？还是你把它清掉了？我那个拿掉了，好，我再把它补回去好了。对啊，你要再把它。那个应该还是需要。对啊，因为你被清装备，那就会连那个金稿一起清。对啊，或者是你要想有人可能不小心按到 Q 就把它就消掉了。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小心！随机任务，啊、回去！又要点名！哎、欸，这个要点名，快回来！点名！快快快！我有点远啊！那！我可以，快点！快！耶！没到了。光光这样就可以用死他们、yeah ，光这样就用死啊！我们挖这么辛苦干嘛？那怎么办呢？那，哎呦，啊、哦，掉脸！你们怎么一直在用那个啦？你们在干嘛？我很闲，我怎么、欸、这样我也没有金稿了啦？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挖啦？我们有人故意挖？我等下再清一次，他们这边都没有金稿，不用挖。如果三个都清掉，他们就连金稿都没有了。欸、不对啊，我们还是可以用那个、啊，连核心都不能破坏，用金锭做吧，用金锭做可以吗？可是没有办法吧？那个有办法吗？用金锭可以做吗？哦，有人想射杀我！哇吼哇吼耶嘿啊，好痛！你干嘛这么爽？哦，我要回避哦，回避！哦，好痛！哇，欸、防守！你们没有在守吗？没有，没有人理我，你们不要理我。不要理会我！队友，合作哈、啊！哦，48了！哦，三分好烂 哦！就这样呢、欸？哎、欸，巧克力，我刚拿到球风装备。我有了，你给风风，你给我好了，我刚都被拿掉了，烂死！好！然后再给你一个钻石。绿宝石是前面那个洞吗？你去做一把那个剑什么的。超圆形助攻哎、欸，烂透了！可是没有离开家门过。可是我突然变28等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因为杀了我有等级是不是？有这么多等级吗？杀人有等级吗？有这么多等级吗？有一个任务是任务给15等。哦，任务哦。哦，任务给十。哦，任务得的哦。对。
突然间，显眼兵到底在哪里啊？我觉得我们要赶快去把他杀掉。哇，有排狼，有排狼，有排狼！哇哟，耶，抢装备了！回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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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家！又要点兵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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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巧克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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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巧克力！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！巧克力，不要再射了，回家，回家！躲在家里也快，回巧克力。可是他地址很远啊，巧克力。惨了，这个是什么？感觉超远的。我是要回家啊，叫你回家，你听不到。你公公有点难活呀、啊！你身上有铁吗？我从跟你讲到尾，有铁装吗？快快快快！我继续做铁装。我从跟你讲到尾，我刚刚舒展了，我讲了快死了。我以为你是叫我杀他，听错了，拍谁？耶！快附魔，快附魔，快附魔，快附魔！哦，还好啊，那个我们的泉水这边有很多等级。阿进，哎，不对。那个汪汪，你的装备还有一些在那里的样子。哪里？哈哈，无限弓，哈哈哈。无限弓、哦，这么威动。太邪恶了，我被那个弓射三下就死掉了。我太 OP 啦！我拿到汪汪的装备，你们分一下。What？ 那个等一下再说，等一下再说。我操！从外面都看不到侦察兵呢、欸。那个在、欸、那个就在那个核心塔的上面，它的第二楼。哦，他在二楼啊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们之前啊，只有耐久而已。那个时候在射的时候，就是在上面呢、啊。你要现在看可以先看，如果不好的话，就先用一颗把它洗掉就好。我有点小欣慰，哈基都没有把我比较好的东西拿走。一颗洗掉，我没捡到那些吗？就是负一等的等级，然后用一个比较不好的东西把它附掉。有啊，那个风破的那个附魔道具你没有拿，因为当下那时候、啊、那个武秋风死掉之后。抹道具没有拿，好了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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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啊，刚刚巧克力在后面没有捡，是啊，好慢，弓实在太，为什么那那么痛啊？烂死啊！不是。好痛啊、哦！这超痛的。哎、欸，我跳不起来，我跳不起来，好跳起来。哎、欸，那个盾也挡太多了吧？我要死掉了！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巧克力刚在打我们的侦察兵。什么？中央出现一只小鸡！小鸡！一个钻石。小鸡，赶快去打小鸡！你打死吗？你们打死吗？你们打死吗？你们赶快去打小鸡！打死吗？打死小鸡啊！我们赶快打小鸡、啊，快啊！打小鸡，快！快打小鸡，快啊！不是小鸡，还是桃核心？打小鸡啊！你们不要理我！我偷偷偷袭！不要理会我！打你的小鸡啊！他比较急嘞，急死了吗？急呀、啊！我们有打死鸡吗？没看到鸡啊！没有鸡啊！等一下哦，成功干掉了哈！鸡嘞，鸡嘞！我这么辛苦吸引了鸡，看不到啊，找不到啊！哎、欸，你还有烤马铃薯，你也吃太好了吧？哦，我位置设定到那个，我超多位置设定错误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把你叫到中间来，好了，你把他叫到中间来了，我操，叫到中间来太过分了吧？喊、欸、我笨蛋，有个讨人厌的、欸，揍他！所以现在才可以打鸡哦，太晚了吧？不是那个鸡不会瞬移哦。鸡的位置我要再改一下。鸡跑很快啊！我的装备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死在家里面，我帮你捡一捡就好。哎、欸，我们剩二十点了啦，剩二十点了啦。啊！再撑一下啦。哎、欸，他被我附魔电哦，不是哦。啊，好慢。你有捡到我东西吗？哇！打不到，打不到，打不到，打不到！他们来了吗？他们来了吗？啊！他剩两滴血。小鸡，小鸡，快打小鸡！小鸡还在吗？还在。拿新小鸡有什么？钻石啊！钻石是拿钻石。装备。鸡也太硬了吧！好慢。鸡也太强了。
鸡头在哪里啊？欸、他们顺眼，我才不想打这鸡，打鸡要打多久啊？那、欸、个鸡头好烦啊！啊，又是耐久，真不想要耐久要。好恐怖的速度哦，好鸟哦！喂，先去放装备啊！谁要啊？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啊！等一下，小雨，你捡到我附魔弓吗？没有啊！啊，我焰弓被抢走了，可是我的东西也都被巧克力捡走。你们说的好像我在抢劫一样啊！你刚明明就是啊！是你们自己要来、啊，是想要过去打击而已，就被打劫了。打击被打劫，本机也没了，机也没了。有人拿到钻石吗？那个吗？偏眼兵结束，时间到就没了。对，时间结束。不行。哎、欸，不是天眼兵哦、喔，什么天眼兵？是要买天眼兵才看到对面吗？对，你买侦察兵啊，还是什么？你买错了是不是？ Yes. 我把全部打死了。你买错兵了是不是？那个中毒药水真的很夸张。有，哎、欸，中毒应该只剩几秒吧，没有到很多秒。哎、欸，那是鸡怎么还在？哦，因为他中毒剑的话，中毒加伤害啊。为什么我会拿到中毒剑？他叫我拿着点。没，汪汪，你可以吗？要刚好那个数量才有办法点。哦，哦，有了。我手上拿了30个，不行点。哎、欸，你先给我，我帮你收。如果想要那个，好了，晚一点再来。没，去用，你去用。没关系，我放到中介箱，晚一点我再来。对、okay, ，我也晚一点再来。我的无限光明被捡走哎、欸，好棒、喔、哦！然后没捡到啊，对。你一说我就想说啊，我不要跟你讲，我没有捡到，让你不要知道。而且用弓杀死人几乎捡不到对方的装备啊，我捡到了，好像低了一点。你穿好烂哦、喔！我干嘛穿这么好的装？你很奇怪、欸。我一直都是自杀兵吗？汪，别动！啊，好，送你，先把马铃薯去送给你的队友。谢谢，那就是我的马铃薯。是我的，我寄放在你那里，你都忘记了？还不是，那名就是我努力挖矿赚来的。是那么好，而且弓箭是不是有无视装备啊？我发现弓箭两下那个弓就会死哎、欸。哦。对啊，两下中毒弓就会死。鸡、欸、又来了啦！我不要打鸡了啦。我刚明明把刚刚那只鸡打死了，竟然什么都没有给，烂透了。因为刚刚时间已经结束了，时间结束了，烂、啊、死了，那还不是不要，那还是不要拿好了，烂死。大家都没有人要打鸡了，没有要打鸡了，那个鸡超没有 CP 值的好吗？你那个鸡跑太快了，鸡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好吗？可是鸡跑超快，我就打不到，你干嘛？这个得你啊，这个得你啊，放在柜子里的，拿着拿着。练功法？为什么要两个人在中间？等一下，有人到我们塔那边，有人到我们塔那边。还没啊，那还很远哦。我们现在有开天眼吗？有，都有、哦。难怪我觉得我躲不掉。原来是都有开天眼。嗯。可以看一下看不看？小雨小心，小雨小心。哎哎哎，我看到。如果有开天眼，就要回家了，就不要再玩了。就不要再退回去，不要再退回去了。快退，快退！喜欢去做事。哇，长期抗战呢？但把我 PVP 的废物只用一些比较讨人厌的手法。哎，又被弄掉了啦！你们到底多爱帅哦？帅哦！很烂呢、欸、，PVP 很废，很烂呢、欸。哎呦！要有暂停的角色，中间的宝箱有一点点东西，应该去拿一下。好，烂死。中间在哪边？我看一下。哎，真的差点就死了，两滴。那什么？好可惜啊！绿宝石，因为我也被杀到了，一直去挖绿宝石，喵的。这个是战法，好不好？烂透了。我们有人这么辛苦。对啊。为了提供给前线的我们战斗。有一些人在，有人过来，有人过来，他们在桥上面。友军迎战，
那个，汪汪你走，很慢哎、欸。哇吼！慢死了。干，有居然有荆棘！哎、欸，不要骂脏话，你这混账！四下就给我退、欸，不是这样吗？不要骂脏话。好像有点小中肯、嗯，一直都很中肯。哦，干得好！哦，哎、欸，对，干得好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已经不知道我该做什么了。他已经不知道他是哪一队的了。我瞬间，汪汪刚瞬间分不清楚他是哪一边。我瞬间跑了一下，我死掉了。汪汪，任务结束。汪汪刚才做了什么？啊，不行了，刚做了什么？装备不行了。汪汪，你无限攻，你的那个塔吧，无限攻被抢走了。无限攻被抢走了。谢谢你。哎呦，无限攻射出来是平常的，还好啦。崩破崩破，我等下去中间宝箱放一点东西。嗯哼，烂死了！我现在要去那个，我要去专门，我要去专门挖绿宝石了，烂死了！你这混账、欸！在我前面哦，扔在我前面哦。你要专门挖绿宝石哦，那不就废掉了吗？破！哎呦，崩破，你还是出来杀人吗？那是哈记的，烂死了！你这混账，烂哦，这个。好烂哦！换一下，最烂的啊！可是这是随机的，这个很难讲。烂死！对啊，有时候会弄到一个身上。哎，有又来了，又有人来了。对啊，又有人来了，又有人来了。我藏个东西啊，等我一下。哟，小心一点哦，小心一点哦。不！哎，什么他是？哎，他没有无限攻了 ，yes。有啊，无限攻在我这。在你们那了，哇！无限攻在哪？谁那？在我这啊，跟我比啊！等一下，狙击手巧克力，烂死你们！狙击手，哎、欸，我突然又变32解坏。哎，那个、啊、任务吧，可能又有任务。有哎、欸，刚发生了什么任务啦？杀人有等级啦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对啊，杀人有经验，有这么多，经验值那么多、哦。这么多杀人经验值很多，我要去把秋风的装备藏起来。这样我死了至少有你的装备穿。又来？哇，怎么会有铁轨啊？怎么又是风破啊？风破掉？怎么又风破、啊？你们一直风破。随机效果是吸收哦，给这么多东西啊，烂死你们！吸收哎、欸，还好我等级还在，但我就可以活着好好的。奇怪，吸收哎、欸，吸收、欸，吸收有什么好处？吸收可以用、啊。对啊，吸收可以干嘛？其实可以吸收啊。哎、欸，有人从旁边过来，有人从旁边过来了。哎、欸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不管没有那个人，多几颗都是两件啊。是那个箭，所以一被射到两件就结束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我刚刚那件也是伤害箭，好像是你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比较痛。之前看是没有换伤害箭，我只有换中毒箭而已。你要看啊，有时候弓箭上面会有强力啊。哦，在里面。哇！是有人在打我们的那个。嗯。好难打哦。他已经被我射过一箭，在很里面。不见了，而且这个发亮看起来很不行，要这样玩哇又来哇，等一下我根本就看不懂那个发亮到底要射哪里耶、欸、你到底是对我多知足啊，你们两边他就每次都刷婆婆的，那奇怪了，是锁定我是不是？等一下为什么会刷到自己对的人？刚刚为什么会知道自己队员不对啊？可是我刚才放了，而且我刚放了，我刚放两次，我晓得他是在前面还是后面呢、欸？刚刚我们队友人有用吗？哇，我刚刚有放两次，可是刚只有出现一次，然后第二次刚刚一起出现的时候，崩破的又被弄掉。你点名了啊、哦，所以表示他那个他中间有一个 C。回来！哎、欸，巧克力还是汪汪？回来，点名巧克力回来。
点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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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努力了。点名，快点快点点名。而且我刚刚召集令的时候，我遭到的是风破的、欸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因为我们这边已经啊太晚了，太晚了。哎呀，就是我们这边有人有用了，只是他那个效果没出来，對放了两次。然后他是一起算。那所以我刚刚遭到谁？对，是太接近，刚刚烧秋风，他刚好被我打死，他也没什么装，死了，感觉有点小可惜。可是随机，我们随机到同一个人是有点厉害。可是我现在也没有金稿哎、欸，是不是我也有被清掉？被清掉，对，你刚被那个。你这样我们是要玩什么？玩不玩啊？没关系，我也没有金稿，都没有金稿啊。哎、欸，你们对面是剩一把稿子啊，剩汪汪的，对不对？死掉就有了、啊。快死掉！我们死掉就有了。快死掉！死掉就有了。死掉就有稿了。哎！有人来是不是？有人来是不是？哎！哎！哈哈。你走位好特别哦！你走位好特别哦！你被闲的啦！很恐怖，我就一直往后跳。我要抓你的那个都抓不到，因为看不懂。我有特殊的走位技巧。又吓到会一直往后跳，可是我不知道后面有什么。我在想说你应该会走旁边，结果你一直在撞墙壁。我那个发亮之后，我都分不清楚是哪边是哪边说。这太可爱了！你还记得绿色是敌人就好了。绿色是敌人，你是说那是哥吧？啊？有人在射我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有人来我们家啊，想射我们。不行，我不能乱跑，这样他会知道我是把宝物都藏在哪里。啊，不行，装备都被他捡走了。又五十，你的考马人数好多、哦。我刚换了，不小心按到 shift， 我换了三组。我的呀！为什么你都吃香喝辣？太多了嘛！而且我有个问题，你有分给你的队友吗？没有，因为他们都在赶时间，我根本就来不及吃嘛。对。胡萝卜人，第三方，什么东西？第三方阵营。哦，你看场中间，场中间会有什么？场中间有东西哦，看一下。好、哦、强的感觉哦，哦还好啦。是有点烦啊。哎、欸，他来拿东西、哦，不对，他只是跑来跑去而已。为什么？不是，为什么会受到我？场中间是要干嘛？要杀死他们是不是？杀死他们也会掉钻石。杀死他会掉钻石？哎、哦，好猛哦！掉钻石哦，会有这种东西哦。掉钻石。烂死了，就一个弓。我不然我干嘛在那边走？烂透了你！我就是把弓射到完，没有办法射，不然我刚刚就把你的那个天眼射死了。烂，就是没有射到没弓箭了。烂，抢！不然你当我为什么会在那边？烂，没有要钻石吗？啊，钻石？不用，我觉得那个都我不要给我了。我的天！不要给我射死了，射死了 ，nice。给我的话，我还会被清掉一次喵的。我还是有人打后勤。金锭可以干嘛？金锭可以换啊！你换了这么久，你还不知道金锭可以干嘛？加加加加，都在我身上、啊。我都是捡你们的东西啊。你们有捡到什么吗？嗯，两颗钻石。你们有捡到两颗钻石？风破，风破啊！我这个点的上面有东西，看我，看我，这，哇塞！我的秘密宝箱，哇，好多、哦！秘密宝箱，想要什么尽管拿。哦，好吧。那这个，酷酷啊！还是要赶快把天眼消掉了。对啊，天眼要赶快消掉。嗯，天眼太难消了啦，那个在壕里面了。神秘商人出现了，神秘商人又来了。又是神秘商人，你怎么那么常常出现呢、啊？对啊，我常常出现啊。你很你很很有空，是不是？我已经不神秘了，不要再来了。你在哪里啊？我每次要出去杀你，知道很烦吗？真是太神秘了，神秘商人到底哪里神秘哦？一点都不是神秘。什么？那个神秘商人？太酷了！真是神秘啊！一点都不神秘。然后来玩这个。Lucky ball， 哎、欸，活该啦，没有关系，完全不觉得可怜、哦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也没什么东西。我觉得我是红灯，一挖就喷这么多、哦，我觉得我身上连装备都没有。我觉得我现在已经矿物两倍，今天那个绿宝石也是从你那边拿的，最容易被。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
我看到了、啊、掉下去。我怎么掉下去了？你为什么掉下去？我怎么摔死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坐在边边啊，蠢死了！这也说蠢死没礼貌，这蠢死也太过分了吧！死法是因为太蠢所以死掉，太蠢所以死哦。哎，等一下我忘记哦，你真的蠢了，东西都放进去哦，错了错了错了。你怎么又被射死了？啊，讨厌哦！哇，这游戏好容易逆转哦！天哪，这游戏好难玩啊！超平均、欸，越来越感受到这游戏难玩的感觉、欸。你以为为什么啊？有一个狙击手在啊！这里好多敌人哦，先后退一点。这根本在玩杀人的。对啊。有捡到我的东西吗？被巧克力捡到了、哦？我有捡到，我有捡到。被巧克力捡光了。为什么两件就会死、欸？那哇，好准哦！谁？什么什么什么？突然要出来了！中央地点，中央地点。啊！东西又要出现中央地点。我看到，那个是要打还是要干嘛？为什么能分辨出前后啊？可以教一下吗？前后，就是他在。东西前面还后面，我发光之后根本就看不出来、欸，就很难认。快快快快快去！那个是要，那是要怎么碰啊？碰到啊？你要对、啊，你要堆上去，你要堆上去，你要堆上去。远距离的时候也要射弓箭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啊！我怎么知道他在前东西前面还后面？喂，哎、欸，快快快快快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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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还可以慢慢来，你挑那个平台上就可以了。喂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会那么慢呢、啊？不是，它会变慢呢、欸。什么东西变慢？快点，快！没有人，完全没有人跟你抢，好吗？换了模式，我要这样子。哈哈哈！没跟你抢，我刚刚跳不起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跳不起来，就异常的好笑。是什么模式啊？这是什么？其实他们捡到什么，我们好像也没有人 care、欸。干、欸、嘛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成功了，碎啦！好，很好。我的无限弓，哎、欸，你那边是拿弓射我？那个是我辛苦拿到的、欸，哎，哎，那个都是从我这边捡过去的。我辛苦跟哈基讲说可不可以给我，他说好的。Yeah. 哈基从来没有说好。对啊，不行不行。还好我有秘密宝箱，我要去那里领装备。Treasure。我们都变33了，33比21，哇！天啊，这游戏是很容易逆转耶、欸！我，这个游戏这样子会比较有趣，就这样子好好笑。鸟，我就觉得只要用盗贼，真的用盗贼令，盗贼到底就好了。盗贼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，好惊人的东西、啊，很惊人的盗贼令，去挖矿，真的就是一个人一直挖矿就爆了、欸。对，是，你知道现在不是大也要一直能也能一直挖、啊，对啊。可是因为现在 double 的那个很夸张哎，就是没有挖几趟就可其实就可以换了。这么可怕啊！啊，看一下，竟然这样还射不死？哎、欸欸，那个到底要防御多少啊？你说那个，哎、欸，我们的那个上面那个是要射掉了。射掉了、哦，射掉了，射掉了！哦，看我们现在身上没有效果了，耶、yeah, ，没效果了，好好好很好很好，终于没效果了。哎、欸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哦，碎啦，终于没效果了。3D，、我终于可以安心的开挖了。3D 可以，3D 可以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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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回家快回家，要回家了要回家了，耶，那太快了，20%，哇塞！我们是僵尸阵营，不要怕。现在血不多，扣的20%也还好。也是啊，也是啊，讲的蛮中肯。不要太紧张，不要太紧张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赶快去挖一些绿宝石，然后弄那个、啊。大家现在都是、欸、身上有铁锭吗？铁锭没有。没关系，我挖就好，你们继续挖。他们又用了，他们又着急了。又着急，我天啊！我天哪！我天哪！觉得那绿宝石真的是太快了啊！绿宝石要不要加两倍啊？
哦，重点是因为现在两倍，两倍，就像这样、啊。哎、欸，干嘛啦？真的很快哦，太快啦，这样子根本太难了。没事做了，没事做了，是不是？巧克力这边，而且你被清掉，清掉那这边有这个，跟这个、哦、跑步太重了。啊，清掉的那一瞬间真的很难过哎、欸，真的什么都没了。我觉得这样子不太行啊，这样真的会很难过。我们这持续抗战多久啊？都已经一个小时多了、欸。没有，我们本来开始血量就比较多啊。可是汪汪，你要不要一直去挖绿宝石啊？我正在考虑啊，但是我其他东西有点不够了。哦，你太痛了，要死！所以最好用的就是天眼，是不是？天眼很好用啊，至少你可以知道敌人在哪里啊。对啊，打他！一定要打败天眼啊！哇吼！看到了没有？一只中毒箭，让你去见阎王。喵的，快气死！要这么气啊？被霸凌多次。要不要？点点名，点点名，小鸡，不是，那不是，那个是那个是小鸡，不要管他了。剩下20%的生命呢、欸？可是小鸡，要不要杀？要不要杀？算了吧，你真的打得死。20%，我们现在占20%多少？这位置还没修正，我先把床体放进去，再打他。我真的不认为那个东西是杀的死的、欸。那小金真的有100滴血、欸。哎、欸，风破啊！那就跑过来、啊。算了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离我比较近，过来，快快快快快！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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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小金也会发光哦，发光当然会啊。对啊，小金那个东西。哦，谢啦。原来小金也会发光。我要给，搞我先放上面好了，因为我这边有一把还不错的。OK， 好，那留着用啊，不急。对啊。我再去充一点。哎、欸，有人射箭过来了！有人射箭过来，还攻击我们的巴巴巴，巴巴巴！攻击你什么天眼瓶？还要攻击你们巴巴巴？攻击你们的巴巴巴！天眼瓶消失了吧？消失了。哦，他好烦哦！哎、欸，小鸡怎么在我们家？我还有你咬我、啊，是没有办法咬你啦。你咬我才奇怪吧。我好痛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没办法咬你，人。哇，烂死了！为什么会检举啊？这真的就是很讨厌哎。这个只要用这个就可以了、啊。你整个被针对耶。你针对我，死掉了！我的天、啊，只要用这个就你就会赢哎、欸，真的烂死了！小雨是不是跟风破有仇啊？是啊，真的哎呀，还是被是不是又有天眼兵了？对啊对啊，他们刚马上又着急了，对啊啊，那样子射掉天眼兵一点用都没有，放弃吧，因为太快了啦。稍微再改什么？绿宝石后面。绿宝石后面赚到的速度太快，你大概绿宝石那边挖个三趟。我觉得你金锭跟绿宝石不要加倍，你那个不要加倍。对，太快啊！妈妈，啊，什么东西？我完成什么任务？小鸡杀死了啊！妈妈，可是没有增加血量哎、欸，结束了啦，那个没法多了。有啦，刚刚有就这样。20%，没有多少、啊。那个我们通过去硬扛15滴应该可 OK 吧？可是有你有金镐吗？我有啊，为什么没有？你们都被清掉了，对不对？有人在旁边偷射箭哦。我一直死，当然有啊。你的走位好难抓。是。绕后面那个角度有人哦。超讨厌的！哇，好犀利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干什么东西？干我屁事！干我屁事！干我屁事！哎、欸，我嘴就是你的队友吗？什么干你屁事？没礼貌！没礼貌，真的没礼貌！哎、欸，小心啊！烂死啊！这个还会烧起来？火焰的那个效果让我没办法抓后面的剑的位置。
好难抓啊，好讨厌哦，很讨厌啊，反而射不好。你说什么有火焰反而射不好、哦？对啊，所以它只是有火焰的伤害键。对啊，很痛哎、欸。对，那大概射到两箭就死哦。好痛。现在心里其实各种鸟。哎，巧克力不射了。不是很蠢要射我。哎，射旁边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我太难受了，你就不射了，你已经放弃了。挑软柿子吃、欸，哎，又是神秘商人，啊、神秘商人你到底有多神秘啊？我真的感觉不到你神秘的点呢、欸。我也感觉不出来啊。好难哦，神秘商人都不再神秘哦。哎、欸，秋风要过来哦，秋风要过来啊。神秘商人不再神秘。我靠，从家里可以射到人，好强哦。太远了吧！巧克力在建那个啦，位置上。喂，突然没人讲话，太久太痛了。哎，突然没人讲话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拿错了，我应该拿剑的。你怎么拿红萝卜打人呢？你以为这样子可以收买我吗？我拿到军稿了。那我是很想被你收买啊。哇，好不阿基要不要一起冲过去啊？好。我们只要有一个人冲进去挖三下，挖到四下，我们就成功了。嗯。不然这样再打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对，真的。一直耗下去。有点僵持，可是杀没杀到有人就慢慢会慢慢结束。应该还好。每杀到一个人就慢慢结束。对啊，就是扣血就还好。但比想象中的久啊。对啊。对，真是比我想象中的还久。久蛮多的。啊，要来拿东西。哎，有什么工具哦？我要拿金镐、啊。好，你们可以再多死14次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。意外赚到一分哎、欸，所以我们再挖7下就赢了哎、欸。为什么这是死又是？哎、欸，伤人哦。跟神经病一样。而且现在铁装也不太值钱哦。对，可是还是基本要，还是要。我现在苦恼就是现在不知道可以干嘛，你知道吗？觉得各种鸟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。哎、欸，我发光效果还在哦、喔，为什么在啊？就没有人射。刚过来又马上又弄。的混账，就是收好。你跟着我们一起过去啊！走啊，走。哦，等等，我想到了。哎、欸，哇，你好多红萝卜。不是，吓我一跳！不要怕，我正想说你在水里怎么跟我拿弓的打，然后就 miss 了一发。没有办法、啊，没有办法，现在没有办法快速解决了，一定要囤呢、欸，好久、哦，好久。对啊，我努力的杀一个算一个。哎、欸，干嘛啦？杀一个算一个。要一直囤，好累哦。不是我杀不到人呢、啊，我发誓，我出去也是龙源嘛，我只能在家里面做事情啊。小雨，行啊，龙源有龙源般的玩法。我们现在还22-14嘛，还领先一点。麻烦的东西，哎、欸，有人在射弓箭，小心。你们防一下啊，我们需要弓箭，然后换装备。你从旁边来了，你有射到吗？天眼有射到吗？我在努力。又任务、欸，又是小鸡啦，小鸡没有用啦。看一下，得15等，确实没有用。哎、欸，怎么说你们完成任务啊？哎、欸，我刚杀死一只小鸡之后。哦，之后就有了，之后都有哦，这么好哦。这个也是 bug， 这 bug。
bug 吧？哇！一只小鸡得道升天呢、欸！你们没有在守吗？三，哇！都看得一清二楚了，上六了，上六了，上六了！你飞太快了，我箭飞太快了！队友，队友，哎，队友，我在打。你飞太快，你的箭飞太快了。嗯。我觉得很鸟欸，道德力要不要消掉啊？我真的很鸟欸。刚刚最后是谁在防守？我在防守啊，我在打、啊。你可以讲一下啊，我们也可以去啊。你就说有两个人来了，只有一个啊，只有一个在打，很烂欸，好累哦。我现在对于道德防那个很烂欸，你这混账！天哪、啊，居然输了！我以为会赢。给我下去，混账！这游戏太伤心了，这游戏太伤心了。输不起嘛，不要输不起嘛。烂死了！我输不起，只是我觉得游戏太伤心，就是装备一直没有，我觉得好难过。我们的后勤做得好，好不好？我没在做事，我就一直在挖空，然后一直换绿宝石。我没有在挖矿，我都一直在攻击。对啊，从头到尾还有两个神秘商人。从头到尾没有挖过绿宝石了，小雨，干嘛要这样嘛？我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发现我出去 PVP 都一直被杀吗？那我就只好找一些可以远距离又安全的方法啊。太好笑了，没关系啊，用这个方式好了。我觉得这样感觉最后也是变成用免洗战术了。对啊，而且大概真的后面真的超快的，因为你大概金矿也可以换，你大概挖个四轮，你身上大概有13颗绿宝石左右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直接换。我其实还不知道能换些什么东西耶，烂透了。这样后期全身铁装过来当免洗，其实也是很难打的。很难挡啊，很难挡啊。已经没有商人了，我本来想看一下商人到底可以换些什么，因为游戏结束还没时间还没出。神秘商人就是真的。你只要一加倍之后，大概刷七轮，你在里面刷七趟那个金矿那边就可以换一次了。感觉最后也不用加倍，铁矿很快啊，因为超快的。哦，铁矿我觉得加倍是加速结束的时间啦，不然后面真的也拖蛮久的、啊。对啊，后面真的拖久。没有，我们人少，而且一开始是100点。对，人少又100点，是这真的会玩比较久。对，也不建议100点，有没有？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刷到我们在演习状况下，搞不好就玩完了。一下子就玩完了。如果你玩50点，我们可能一下就在那边冲冲冲冲冲冲冲就冲完了。可能再少个20点、80点开始。真的。我刚有猜到你们东西丢在哪里，我刚有在想说，你要不要冲过来，然后带着你们所有东西，然后跳到矮下面跳下去就好了。小雨，你这样太没有节操了。结果后来想要算了，我应该半路就被杀掉，想要算了。你亲我们亲了多少次了？太害羞了。可是我都没有亲到汪汪的东西。哇，脱光光，脱光光！你想亲汪汪都亲不到。对呀。脱光光，脱光光。烂透了。我真的觉得盗贼令太好拿了，就变成是一个。盗贼令真的。它是后期大 bug。可是我听说要挖七轮。我根本就不会想挖、欸、七轮欸，那只是因为你懒得挖好不好？我刚刚去挖发现蛮快的，你知道吗？都是弓箭战欸，对啊，是因为你懒得挖好吗？哇，连衣服都不用穿了。我觉得你可能加倍之后的那个令要，我觉得那个天眼天天开，我觉得好烦哦、喔。就是因为绿宝石很好拿。对，你的我觉得你的矿物一加倍之后，你的那个这些令也要加，不然太少。那天眼15颗，真是没几下就挖完。15颗实在太快了。天眼兵这个算亏一点，然后其他的，啊、太好笑了。对啊。哦，不是，盗贼着急烂透了，我把打掉啊！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掉了。我的中介下面还有20颗哦。盗贼烂死了，你这烂人。天眼兵，我怎么每招清到？没节操的人，不是啊，是只能弄这一招的话，那什么啊？而且你有想过，可以来杀我就来杀很多次啊，代表万物封锁令才90秒、欸，我已经去杀你了，结果都还那么多，超多的、啊，一分半，你可以其实可以用矿物封锁令啊，可以啊，也是可以啊，他们就不能挖了，这样子反正可是感觉自己弄的比较，
矿物封锁令感觉不错，没有人用。50秒，可是如果他们都人都在到处进攻的话，那就变成没有用，感觉有点变成要强迫他们过来进攻的感觉。嗯，下次应该玩一下矿物封锁。你觉得后期的那个召集令要变贵吗？对，要变贵。后期的话，矿物有真的有必要加倍吗？有啦，我觉得加倍才会缩短时间，我甚至想要十倍欸。十倍个头啦，因为不想给你十倍你也不会挖啊。不是，就是觉得后面，你们不觉得后面第五阶段打很久吗？我觉得后面很鸟而已啊。因为大家都不敢冲啊。我觉得只有后面很鸟而已啊，我一直被清好不好，后面我怎么敢出去？就只有我敢冲。我觉得我们的防守战力太弱，所以转防守没有再当敢死了。干死很重要，你们其实后面没干死还蛮亏的，有干死的很重要。啊、东西被清光，你要我怎么去干死啊？汪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真的有点不太清楚。就是被清光才要干死啊！我从头到尾都是去挖你们的核心呢、啊。我从头到尾就是在喊去干死啊！我从头到尾就挖绿宝石，挖挖那个光挖挖线起来，然后再用弓箭射人啊！我换的弓箭是为了归兵啊，我就归在家里啊。我换的弓箭主要是要射侦察兵啊，可是侦察兵换太快，后来发现射侦察兵一点用都没有，所以连弓箭都不做，就是直接做铁装，就是挖矿挖到可以做铁装就做铁装，然后就冲过去了，就是这样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，超夸张，懒惰了，喷掉了铁装不计其数啊，真的，铁装一下就拿回来了，对啊，一下就挖完了，没关系。那个，别难过、啊，巧克力，太痛了，你给我闭嘴！用你 PVP 哪一场赢我？可恶！我又不是在玩 PVP， 那个一直杀你都没有用啊，烂透了，我要弃线了。所以堆尸战法在这一张地图还是蛮有用的、欸。超级有用啊！超级有用！你前面只要堆尸堆出优势来，后面其实就很赢了。而且我觉得第五阶段也都是继续堆啊，对啊，反正你只要可以多敲，你只要敲得到两下就算了、啊。对啊，你甚至还可以附魔一下再过来。没有敲到一下就算了，因为死掉才扣一点，敲到一下、啊、最后加倍扣两点哦、啊，所以很赚啊。所以你们为什么不堆？我就说我想要打防守的，然后我们没有敢死堆就没了。对啊，你们没有人冲。嗯，我已经我全场杀人王哎、欸，真的，那个抱歉不会统计啊，不会统计你杀了多少人，统计一下好不好？统计一下，统计哦，统计，那可以统计一下那个小雨亲了多少次吗？太没节操了，我都没有事情做啊。哎、欸，他亲的时候我觉得都很棒哎、欸，一亲我就想冲过去了。最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抱歉，没有。丢 TNT 的人是谁？啊，之前丢 TNT 我不知道啊。哦，我没有丢啊，我都没有丢，我也没有放。而且我会被那个是刚刚在丢的啦，刚刚不晓得谁丢自流药水。我都不会丢的啦。太有趣了，太有趣了。讲一下要改进的地方啊，哪里有 bug 啊？哇，在干嘛？王王，你疯了！你用那个。用那个指令哦、喔，哪一个指令？告诉我。啊，雪球丢出去，然后就直接一堆那个 TNT 出来。那个哈记能让我看一下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换吗？你看这个只有在那边堆尸，没有在看东西。因为他整个就是过去一直就是换换换，他也没有继续换什么其他的东西、啊。对不起。你不是说你这先讲说要测试？我跟哈基来到秘密基地了。我一直说要测试，要测试，结果都在堆尸。对啊，你根本就只来堆尸的。开心堆尸。交易所这边，好，我打开了。哦，你都打开了是不是？哦、我看一下。哦，欸、对。我觉得这一次可以这样一直换、一直换的原因，另外一个是因为直接拿到的。金矿是直接变成金块烧好的，哦，都不用烧了，不用烧。我们之前玩的时候要一直烧，所以反而不会很想要去换。啊，那你们直接丢？那要说什么？金矿要不要改成要烧啊？这样会比较好。金矿吗？给我什么？对啊，金矿改成就是可以啊。哦，你那个真的蛮夸张。要换？木海，因为有可能。太多了，
我的数据啊！干嘛？在卡，我在卡啦！丢一颗就可以了，丢一颗就可以了。直接追随。Oops。附魔台就是怕人家把你家的附魔台直接。我想问一下，隐形药水天眼有用吗？有用。有。那根本就隐形药水也没有用啊。所以它其实还蛮32个啊。有无限可以用、哦、天眼改贵一点好了，天眼是真的有点 OP 到了。哦，那不用管他了，他们死就好了。迅捷，没有死哎、欸，好恐怖、喔！没有死啊，没有他们无敌了。那这个村民不会死掉？火焰就是去挖绿宝石，然后用金锭换绿宝石是吗？对啊，对啊。烂透了你！欸、你太没节操了、喔，所以我才说。挖七轮就可以了，烂透了，太没节操了，对、欸，超棒的，附魔台真的会有人把对方的附魔台挖掉吗？有，我其实原本过去有想要把它挖掉，可是后来有人在里面，我就退了。哦，一定会想要挖，我从头到尾没真的有点远，附魔的效果哎、欸，我有附到两次效率高、哦，结果都没有挖到一次就喷掉了。他竟然把那个魔法书用掉，哇塞，这什么啊？啊！在乱喷什么 TNT 啊？我只丢一个好吗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阿基我要肉啊！你的厨师到现在还是没有肉啊！啊，你要对，你厨师要弄肉哈。对啊，我肉呢？害我只能换一堆马铃薯。已经吃了，我要吃肉。我真的是换吃辣又一只青鹅，还嫌弃啊？我要吃马铃薯。那个弓箭，那个特殊弓箭，我觉得砍半好了，四只就好了。没有啦，这个弓这个其实没改到，就是没改到，我就想说怎么这么便宜，啊、大家都在那边弓射来射去。对，这个是我。对啊，你先记下来吧，要这个。弓会的这个，有这个再改。那个削弱巧克力的战力就靠这个。哎哎，干嘛在削弱了？我要去附无限弓。可以、欸。好了，别再丢这个了。没关系，我把它改掉了，它会变比较温和一点。可以啊，那一直炸，你这电脑快烂掉了。我把它改成别的东西了，然后看完看的差不多了，耶耶，超多钱哦，好那啊，太多钱了，太多钱了，哎、欸，看起来很恶心，看起来有点密集恐惧症，我觉得蛮漂亮的，万箭齐发。你为什么要射白白的东西在地上？你眼瞎吗？这个是、啊、这个是弓箭，它又不是什么雪球之类的。你们射什么白白的东西在地上？可以换成雪球啊！这是一个实体判定指令了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看了差不多了。最后再问个，你们觉得像任务啊，好像重复率有点高。那我想要问，还有没有你们想到什么好的任务？那个之后再讲就好了，不是吗？啊？什么之后再讲？有什么想到什么？你们想到什么觉得还不错的任务？想不错任务、啊，这可能要慢慢想啊。对啊，你突然跟我们讲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而且我觉得那个塔的恢复塔20%，我觉得不要比较好、欸、不要恢复20%吗？恢复或是减少这些都不要，我觉得要用人去打的比较有趣。不然你就是你死掉，不要因为做任务然后可以消耗对方或是增加自己的血量，我觉得、這個、真的。啊，他自己不然。来一个那个塔的不要，你可以增加，就是我方血量上限20%，我觉得加在自己身上反而还比较好一点的。对啊，加在人，加在人身上，不要加在塔身上。对，这个就是怕说，我怕有人就是他那个后面会僵局，像我们这样子的话，卡住，有可以用利用解任务去直接消耗大部分的战力，但会比较快结束。哦、oh。